郭富城自从去年娶方圆为妻当爸爸后，享受到天伦美满滋味，直说这是他工作的动力。果然天王有女万事足。近日港媒拍到郭富城和方圆一起穿情侣装去吃火锅，郭富城是出了名的爱吃火锅，两人抛下女儿一起享受二人世界。郭富城带着方圆去一家新开的火锅店就餐，之前郭富城已经去过一次，这次是为了约老婆方圆一起享受美食。郭富城点了很多招牌菜，吃了20多分钟，方圆嫌不够辣，和郭富城撒娇要加辣，郭富城就立刻喊服务员来，小称加辣加辣，辣死他。郭富城这样和娇妻打情骂俏还真是甜蜜。之后两人吃完就赶回家带女儿买单走人，郭富城戴上口罩眼镜，方圆也戴上眼镜齐齐离开。这样的生活确实很符合方圆的爱情观。方圆曾说，我心目中最理想的爱情是简单自在，互相陪伴到老，经典才是永恒的道理。就如细水长流的爱情，它看似平淡，而简单的陪伴却是爱情最好的模样。方圆只要郭富城的陪伴，郭富城也离不开妻女。现在两人已经准备12胎，希望他们能够如愿以偿吧。